公元1644年，延绵了276年的大明王朝走到了油库登月的最后时刻。调兵计划一再不入，迁都之意走入绝境，崇祯皇帝再三错失逆转局势的可能。 历史将机会交到了闯王李自成的手中。1644年的春节，紫禁城一片凄风苦雨，崇祯皇帝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气息正在逐渐逼近大明帝国。而就在此时，千里之外的古都西安却是一派欢乐景象。 占领大明江山西北的大片土地之后，在新年第一天，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大顺王朝，改元永昌。明朝呈现土崩瓦解之势，李自成深信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时候已经到了。 正月初八，李自成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顺军挥师北上，向明朝都城京师进军。很快，平阳府和山西太原等军事重镇相继被大顺军攻陷。在进军北京的路上，大顺军每到一处城池，明朝官兵几乎都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 奔至帕莱的都是屈膝投降。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在山西宁武关，大顺军遭遇到了超乎想象的顽强抵抗。这时，大顺军进攻北京途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仗，四员骁将战死在这里，士兵阵亡者达100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都给我杀光！都给我杀光！ 更使李自成深感震惊的是，山西总兵周玉吉在宁武关战死，家人全部殉国。到了这个时刻，大明朝居然还有如此坚强的捍卫者，李自成实在难以置信。还有多少城池？前面还有大城。 阳河、宣化、好居庸啊！这么打下去，到不了京师。 我大顺，就没有。这场战争打得非常惨烈，当时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周玉吉就是这样的一个。 不是在当时明朝当中最著名的将领，他都能够如此强烈的抵抗，大概李自成觉得前途不一定对他非常有利，所以他根据他的历来战术的风格，他萌生了退守西安的想法。北上之路如入无人之境，仅仅只是在宁武关受到顽强抵抗。 李自成便萌生了退回陕西的想法，这的确让人有些费解。李自成呢是陕西闽籍人，他家里4代养马户。
后来到驿站去做马夫。那么为什么会参加农民起义军呢？当时天启末年到崇祯初年呢，碰到一个财政危机，为了削减政府的财政开支，这个裁减驿站的编制是一个措施。陈小这一族怎么办？要知道这是啊，十几万人、几十万人都在这要为驿站来服务，才谋得生路。所以这样一下子就会引起当地的一个小小的骚乱、骚动，这些人没有生路了。那么李自成恰恰是这样一个异族。明末史学家顾炎武对崇祯年间的农民赋税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每亩上等农田产粮食值七八两的农户，要交纳的各种赋税却高达十两。当维持生命的最低要求也得不到满足时，千千万万像李自成一样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加入造反的队伍。当时的农民造反，他不存在什么革命意识的，根本谈不上革命觉悟的彻底不彻底的问题，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他是叫被逼无奈，寻找一个生路啊。农民起义他没有非常长远的计划，他不是想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能进则进，不能进则不进，他是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在宁武关的战争之后，他发觉自己花费这么大的力量，损失这么惨重的情况下，我再向前推进，能不能最终达到目标？也许中途就败下阵来，我就前功尽弃了，不如回去养精蓄锐呢。宁武关大战结束的这个夜晚，李自成沉沉睡去。虽然夺取京师的计划没能如愿，但在他看来，退兵返回陕西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这个夜晚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中国的历史便会这样书写。天一亮，李自成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西安，攻打京城计划终止，大明朝的危险得以解除。崇祯还会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李自成回到西安继续做他的皇帝。只是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不容假设。深夜，镇守大同和宣化的明朝总兵先后送来了请求投降的书信。在这紧要关头，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李自成欣喜不已。大同宣化是李自成北上最难以攻克的军事重镇，正是因为担忧在这两地再次受到重创，自己才萌生了退回西安的念头。降书的到来宣告大同和宣化带来的威胁悉数解除，李自成大喜过望，他立刻改变主意，决定继续挥师东进，直向京城进发。幸运又一次眷顾了李自成，他的命运在这里悄然发生变化。公元1644年3月16日，李自成在马背上看到了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高大的角楼。京师在李自成的印象中一直是个遥远而又响亮的名字。过去的15年，他只能在地图上指出京师的位置。转眼间，这座繁华的都市却已唾手可得。1644年3月17日，起义军连营数百里，将北京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内无强兵，外无援军，明朝败局已定。
对于李自成来说，此时的京师已是一座任他宰割的孤城。然而当李自成站在高大的城门面前时，他却迟疑了。在李自成的心中，京师并不是理想的归宿，他对故乡陕西情有独钟，富贵必归故乡，甚至十个北京城都抵不上一个西安。正是对故乡怀有的深重眷恋，让李自成在攻陷北京指日可待时，主动向崇祯提出议和，条件仅是割让西北地区给自己，分国而亡。你建基北京，为什么还想家乡？这想像那个项羽似的，项羽也是六国贵族的后人哈，出国贵族，你照理说应该很有文化，但他也没有胸怀，没有眼光，所以他老惦记之后呢，回彭城。如果在别人建都的话呢，就好像穿着晚上穿着没漂亮衣服，别人看不清楚，他就想叫穿着自己漂亮没，让别人看清楚，那就上家乡建都去。3月18日，就在大顺军包围京师的第二天，一位投降大顺的太监杜勋，奉李自成之命面见崇祯，提出了这样的议和条件。闯王说，若明廷愿割让西北，封闯王为西北王，犒赏百万军银，闯王将自动解围，退守河南。数十万大顺军已兵临城下，明朝灭亡只在朝夕之间，李自成却在此时提出了如此便宜崇祯的议和条件。不过闯王李自成十分自信，如此优厚的条件崇祯不会不答应，以西北地区换取王朝的延续，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和谈的条件就是把西北这块地方让给我，让我建国称王，而且你给我一批军饷，那么这个事情就了了。那这个事情也反映说，他并不也要想把全国都归他左右，他只要做西北王就行了。李自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高傲的崇祯竟然把自己视为乱臣贼子，哪怕命悬旦夕之间，也不愿意和自己讨价还价。不过，崇祯并没有完全拒绝，他把出面议和的皮球踢给了新上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内阁首辅魏藻德，事态紧急，你说句话定了。魏藻德，朕在问你话。朕知道你有高见，说话。大明王朝君臣之间恶化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李自成的想象。魏藻德，崇祯十余年来对朝廷重臣翻脸无情，魏藻德根本不愿意担当议和的风险。崇祯拒绝了李自成议和的请求，放弃了挽救明王朝命运的最后机会。从此，历史和机遇把畏首畏尾的崇祯拒之门外。朕既已定，另有旨意。崇祯的性格决定了他将和大明江山一起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历史重新将机会交回了李自成的手中。最后的议和被拒绝了，
3月18日下午，李自成下达了全线攻城的命令。明朝灭亡的结局已然注定。攻城命令下达后不久，守城的明朝太监打开了张掖门投降，接着德胜门、平泽门也相继开启。京师的城门在这一天为李自成完全敞开，而崇祯却在这一刻去往不了任何地方。1644年3月19日清晨，李自成听到了从紫禁城中传出的钟声。这是李自成第一次听到召唤文武百官上朝的钟声，他也知道，对于明王朝，这将是最后的一次，因为自己很快将替代大明天子，成为这座宫殿新的主人。李自成没有想到，自己与崇祯皇帝的第一次见面，竟然会是这样一种方式。也许李自成根本没想过要杀死崇祯，在潜意识里，他并不愿意背负弑君的罪名。对于崇祯，李自成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同情。我来是想和你共坐江山，奈何你去自寻短见。这是笔记体小说中的一段记载，有可能只是传闻而已，但他所描述的李自成倒是很符合草莽英雄的性格。他进入紫禁城以后啊，发现这个崇祯皇帝失踪了，找不到下落，这太监都去找，几天以后才发现以后呢，他就出于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为崇祯皇帝和他的周皇后举行葬礼。虽然这个人是一个粗人出身，但他这点礼仪还是存在。尽管是对手，但是你死了，我照样按照礼仪来安葬你。李自成终于成为了紫禁城新的主人，在历史的厚爱之下，这个陕西汉子走进了中国历史的行列，甚至被推向了权力的巅峰。虽然关外有虎视眈眈的大清，江南还有大明遗留下的陪都政府，全国各地还有星罗棋布的忠于大明的军政势力，但李自成已经进京，而进京意味着他占据了先机。历史把机会首先给了李自成，问题是这位草莽英雄能不能把握住历史的机会。进入北京之前，李自成曾亲自下令要求大顺军对民众秋毫无犯。慑于他的命令，刚进城的大顺军保持着严格的军纪。刚进北京的三五天尚好，还可以，可是过了五六天以后呢，成绩纪律开始败坏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庞大的队伍突然来到京城，靠什么？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地的储备啊，他们只有靠枪。李成部队没有军饷，没有军饷。走到那个地方，就把当地官僚、地主、富户啊，就给那分了，说没有建立正常的赋税制度，说军队化在北京后呢，你没有正常的供应渠道，那就逼着你，他就想抢粮用，想抢粮用。
很快，大顺军中出现了粮饷难以维持的窘境。尽管有名运在先，想夺民财者处死，然而法不责众。以貌似不得已的抢掠之举作为开场，农民军很快裂变成了十恶不赦的流贼。大顺军的暴行并不限于平民百姓，很快他们的目光盯住一个富有的群体，那就是被崇祯怒斥为个个该杀的明朝官员们。早在二月之初，李自成曾发布过一篇声讨明朝的檄文，在文中他提出崇祯皇帝并不是一个昏君，而是被孤立和蒙蔽，反倒是明朝的臣子们大多是贪官污吏、结党营私，民间的财富都被他们搜刮精光。既然官员们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替天行道的大顺军自然有理由要求他们吐出来。就是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你们的财富都是贪赃枉法来的，让你们自动交出来，你们不肯，那么我就用严刑峻法迫使你交出来，叫做考虑罪状。攻占北京后的第四天，李自成发布了一道对明朝官员们杀鸡顿现的诏书。大明各种级别的官员被强行规定了必须上缴的银两数目，如果识相的交齐银两，就可以获得自由，反之则通通是以夹棍的酷刑。必须得拿，不拿钱就要命，就把这些豪富豪把这官僚呢都在一个大院子里后呢都圈起来了，然后派钱，拿着钱走人，不拿钱什么拿钱什么走人，说这整的后北京话呢鸡犬不宁。当建立一个新朝的时候，新的制度是什么？靠谁去建立？你的官员队伍是否具备治理国家的人才？这都是他需要考虑的，他没有考虑。他对于旧政权的所有的人不加良友，一律打倒，而且他的集中点不在于建设，而在于考饷。李自成野蛮粗暴的政策相比崇祯此前捐资助饷的命令更加行之有效。二月中旬，崇祯为筹百万军饷，调集吴三桂入关勤王，下令百官捐款，结果仅仅筹到20万。然而据国阙和平寇制记载，李自成通过考掠明朝官员和京城的富人，一共得到了总数高达7000万两的白银。在酷刑之下，他们拿出了大量的钱，所以这些人是贪弊者。这种贪弊者占据朝廷的重要位置，这也可以预示着明朝即将灭亡。就在将领们忙着考虑百官时，一个名字进入了李自成的视线，吴三桂。对于李自成来说如雷贯耳，如今他率领骁勇善战的30000铁骑正驻守在山海巡关，此时关内动荡的局势尚未稳定，而虎踞关外的清军则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掌控着万里长城的第一关，对于新生的大顺政权至关重要。李成先入为主了，他先向这个李成吴三桂发出了招安之意。所以李成的话呢，进北京之后呢，当时就感到吴三桂驻守山关对他是很大的威胁。李成呢，给他军饷，又赏个吴三桂的话呢40000两银子，委托呢庞统呢到山关呢招降吴三桂。占领山海关，收编吴三桂的官宁铁军，李自成对招降的结果充满了期待。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刘宗明是在他军队里面是仅次于李自成的第二好将，这个人打仗很勇猛，
刘宗敏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正当李自成把吴三桂的家人作为一个筹码去争取吴三桂的时候，刘宗敏把吴襄抓起来，同样考虑的这样一种事情，甚至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就造成了李自成手中的筹码尽失。果知刘宗敏考虑吴襄，军师宋宪策提出反对。吴三桂正在进京归顺的途中，万不可在此时激怒这位手握重兵的关键人物。仗都打完了，大哥还找我作甚呢？为了挽回失误，李自成让宋宪策带他出面规劝刘宗敏。你说全将军查抄了吴三桂的府地，此事万万不可呀。闯王希望全将军放了吴襄。凭什么？凭什么放了他？闯王希望将军再助他一臂之力，当个好皇帝啊。刘宗敏不敬的言辞令李自成极为不满，然而他毕竟是自己多年来患难与共的兄弟，为自己打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刘宗敏手握重兵，在军中几乎与自己平起平坐，如果发生不愉快，总是对自己不利。可千万不能大意呀！告诉我大哥，皇帝之权归他，考略之威归我，没什么说的，就这样。既然吴三桂走投无路，投降已然铁定，那么又何必为了一个降将和自己的兄弟闹得不愉快呢？犹豫再三后，李自成放弃了阻止刘宗敏的想法。且让全将军去。再说了，吴三桂不是已经归降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导火线啊！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偶然现象呢，他们在很多关键的时刻、关键的环节上，也许向左一摆，也许世界历史就会向这边发展；也许向右一摆，就会向那边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宗敏考虑吴三桂家人的轻率之举，直接牵动着吴三桂的立场，更影响着1644年大顺朝的前途。4月初5，踏上归降之路的吴三桂突然变卦，半路折回山海关，把守关的大顺军杀得片甲不留。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震动京城。为了补救失误，李自成立刻将吴襄从狱中放出来，盛情宴请，以示笼络。与此同时，他再次派出使者前往山海关劝降。李自成并没有和这些将领作为深入的沟通。如果说李自成想利用吴襄作为一个筹码，那么就应该告诉他的将领应该保护起来，给他优厚的待遇，我们至少做出样子来给这个吴三桂看嘛。将领之间肯定不协调，再加上将领的本身的素质不具备来管理这个大政的这样一个品德，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恶劣的结局。你杀我使者，与我大顺朝决裂。4月12日，前往山海关劝降使者的人头和吴三桂写给父亲的诀别书被呈送到李自成面前。对于自己的再三退让，吴三桂如此不领情，甚至还杀了前去劝降的使者，李自成大为震怒。偌大的京师之中，他已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明朝的文武百官都要向他卑躬屈膝。岂料吴三桂在他最风光得意之时收了他的银子，却翻脸不认人，甚至还杀了使者。这一切羞辱让李自成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打击。这一次李自成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当场决定发兵讨伐吴三桂。东征山海关，吴三桂，大家都不愿意打仗，因为都在享受和平环境、和平生活，不想打仗，没这个准备。再说打仗有危险，都心怀怀揣重宝，都整点银子，整点私房钱，准备将来回来给家里买房子、买地，都是这么考虑，都是军队都这么想的。要一打仗，我先出一个生命危险，要暂时在战场，这边不都落空了吗？说都不愿意去，是被逼无奈，李成自己带兵去的。4月13日，原本定在太极殿的登基仪式被取消，李自成率领10万大军启程东征。这支浩浩荡荡朝山海关进发的部队，已不是当初入京时清一色的战斗兵员。军中战士大多腰缠金银财宝，行列中还夹杂了许多从民间抢掠而来的妇女。被挟持前往山海关的还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李自成希望利用这个重要的人质为吴三桂做最后一次争取。4月23日，紫禁城里的人们正在忙碌于新皇帝的登基仪式。按照李自成的吩咐，拿下山海关，凯旋而归后操办登基之事，留守的将领只需做好准备。他们又岂能料到，此时10万大顺军在山海关已被吴三桂和清军联手击败，李自成正在狼狈逃回北京的路上。在逃亡的路上，李自成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吴三桂与清军这对积怨多年的敌人居然会达成合作，联手对抗自己。他更难以理解的是，远在关外的清军为何能如此神速地出现在山海关。李自成做了精心部署，也当然动员大家拼死一战，胜败在此一举，是有这个信念的。不是打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这个李自成在山岗上观战，是怎么搞的？一下喊大吃一惊，说部队烂了。说后来又告诉他，满洲兵来了，辫子都，因为满洲都有辫子嘛，那和看见完全不同。一看着辫子，辫子兵来了，说赶快走吧，埋伏在山海关两侧的两支清军，一下子就把李自成的军队冲垮了。在溃逃回京师的路上，李自成也没有忘记报复吴三桂，他要血淋淋地撕下这个叛徒脸上忠孝的面具。李自成杀死了吴襄，并悬首示众，以泄胸中之愤。3天后，吴家30余口在北京被满门抄斩。4月初8，逃回京师之后，李自成提出清军势力强大，遭到惨败的大顺军根本无法守住京师，不如退回陕西以图坚守。如果一律的逃跑，就会丧失军心呐、啊。这个军心没有了，斗志没有了，那么就会兵败如山倒。如果在北京要坚持守下去的话，是不是能守住呢？也不一定会守住，因为北京的百姓不一定支持他们。
他的军队也不一定能够在山海关打不赢，在北京城墙大概也打不赢。在李自成眼中，故乡远比陌生的北京城更易于掌握。正是这样的念头，消磨了他们在北京长久统治的决心。本可以凭借坚固高大的城墙死守北京，李自成却毫不犹豫地向西安撤退。这是他在关乎大顺军命运的决策中又一次重大失误。1944年4月29日，大顺军进京后的第42天，李自成在风雨飘摇的紫禁城武英殿登基，接受百官朝贺。大典在匆忙草率中结束。金銮殿的龙椅，他只坐了一天，因为此时吴三桂率领清军已抵达北京郊外。在此前的41天，李自成有足够的时间登基称帝，但他却一再错过时机，直到狼狈撤离京师之前，他才草率地登上帝位。实际上，当时的形势对李自成来说是不错的，因为呢，所有的明朝在北京的朝廷里的官员，绝大多数都投降了。就是大家认可他，哪怕他是农民打下来的，也可以不妨跟着他一起做。可是呢，李自成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了这样一点来完成他。再一个失误，就是他的长期的他的队伍的纪律，他的队伍纪律不佳。所以为什么在李自成撤退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起来驱赶来阻击李自成的这些士兵呢？他们在40天当中对他们就如此痛恨呢？他们原来所抱的期望完全丧失。4月30日，这位登基还不到一天的皇帝匆匆撤离北京。在离开之时，李自成留给紫禁城的是一片火海。他把所有的愤怒付诸于这熊熊烈火。李自成留给这座都城更多的是一个掠夺者的形象，他将考略所得的金银融化成块全部带走。然而他从未想过富贵返乡的想法只会是一个奢望，这一天自己放弃的远远不只是一个都城。李自成他，你看进入北京以后的那些举措，完全不像一个建国的立业者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不知道我们要下一步该怎么做了，走一步看一步就失败了，缺少这样一个建国蓝图。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做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历史记住一个人，往往是因为这个人提供了某种启示。李自成花了15年的时间推翻了明朝，历史是如此青睐他，将最好的机会赐给了这位草莽出身的农民领袖。尽管幸运曾不止一次地眷顾这位英雄，但他却一次次地将机会从自己手中失落。从此，失败的阴影始终追随着李自成，直到他以猝不及防的方式画上生命的休止。1644年，吴三桂受诏进京勤王。不料京师陷落，明朝灭亡，关宁铁军独守山海关。吴三桂降而复叛，冲冠一怒究竟为谁？
无处收留，吴三桂的命运又将如何收场？敬请收看纪录片《公元1644》第三集。